大家好，又嚟到板块直击呢一个环节啦。咁我先介绍下我哋今次新嘅嘉宾，就系有嚟自耀财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陈伟聪先生。Jason 你好噶 ，Jason 你好。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啦去讲解一下欧债危机啊嘅影响啊，会包括呢个行业啦同埋国家噶。咁其实 Jason 我哋琴日已经讲过啦，即系略略咁讲过，话欧债危机咧会带来啲长期同短期影响啦。咁我哋而家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再 round 一下咧？好啊，咁啊，其实都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话而家即系欧洲国家咧，一旦出現一啲即係國家係爆煲啊，要違約嘅話咧，咁短期嚟講就唔使問啦。咁對於一啲啊，即係本身都揸住比較多呢啲歐洲國嘅債券嗰啲嘅金融機構嚟講咧，咁其實個影響會比較大啲。咁因為講緊啦，佢哋有需要為呢類嘅債務要做翻一啲比較嚇即係大額啲嘅減值啦。就好似啊，講緊而家法國嘅即係銀行方面咧，講佢哋都係即係持有住咧570億嘅希臘債券啦，同埋都有成4000多億嘅意大利債券。一旦如果你話呢啲國家真係去到違約的話咧，咁啊法國嗰方面嘅銀行咧都有機會咧係做翻啲比較大嘅減值嘅。咁啊另外就話啦，成個銀行體系咧嗰個流動性咧都會有機會係進一步收緊翻啦。咁同埋啊，如果你話銀行與銀行之間嘅信心都係受到動搖嘅，大家拆借之間成個市場都係啊即係收緊咗嘅話咧，咁對於成個嘅放貸業務嚟講咧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嘅。咁呢個個短期嘅影響啦，咁長遠嚟講咧，大家亦都要關注翻啦，究竟啊嚟緊歐元方面嘅匯價會唔會都有機會係繼續下跌啦？當如果你話個歐元嗰個匯價都繼續係要沉底嘅話咧，咁如果你話啲本身嘅公司咧嚇喺歐洲方面有業務嘅賺都係賺歐元嘅話咧，咁歐元嘅匯價跌咧，咁對佢哋個匯兑收入咧都會有個係負面影響喺度嘅。咁另外最大個影響咧，或者啊最核心嗰個嘅影響咧，都係成個經濟嘅問題啊。因為啊一旦講緊，如果你話呢啲歐元區國家嚟緊真係要話大力咁樣去削赤嘅，大力咁樣要去減債嘅話咧，就即係代表住咧，當地嘅政府就唔能夠再用一啲咧好龐大嘅財政政策啦，啊，即係繼續泵錢出嚟啦，去救個經濟咁樣。咁嗰個國家成個嘅經濟增長咧，都有機會會進一步放緩啦，甚至啊，即係去到更加壞嘅情況咧，會有機會踏入一個咧雙底衰退當中嘅。咁跟住落嚟啦 ，Jason 想同你去睇下，即係一啲新興國家咧對歐元區嘅出口嘅。好啦，我哋先睇下一個圖啦。咁就見到譬如話捷克啦，其實佢嘅即係對歐洲嘅出口咧，其實係成佔咗成70%噶。咁啦，以及呢個波蘭同埋呢個波蘭同中國相比嚟講啦，佢係佔都係比較少噶。譬如話波蘭嚟講，佢有成佔咗成50%啦。咁而中國咧，其實佢係佔咗成18%出口噶。咁其實 Jason 啊，佢嘅比例係比較少，係咪就代表咗咧，即係對歐債問題提對中國嘅影響係比較少啦？其實都係啦，即係睇翻個圖，其實大家都見得到嘅一啲啊東歐地區啦，包括就話匈牙利啦、波蘭啦、捷克呢啲啦，咁整體去歐洲方面嘅出口個佔比就比較多啲啦。咁啊，另外一啲啊南美洲同埋啲東南亞嘅地區啦，咁啱啱就好似提到啊，中國啊、印度呢啲咧，咁啊去歐洲嗰邊嘅出口都有，咁但係整體個比例方面咧，就大概都係啊，即係20%留下啦。咁啊，整體個比率方面咧，就唔算話特別多。咁但係咧啊，即係如果你話係即係對於成個中國經濟嘅影響咧，就唔能夠淨係單單睇佢啊，即係出口個方面啦。因為見得到啊，雖然你話中國方面向歐洲嗰個出口就唔算話特別多，咁但係其實咧，中國向美國嗰方面出口都多嘅喎。一旦如果你話即係歐債危機真係爆發嘅話咧，咁影響除咗係歐元區入邊之外咧，咁另外亦都影響到其他啲新興市場啦，同埋美國等等呢啲嘅發達國家。咁當如果你話呢啲國家嚟緊嘅經濟都係陷入一個衰退當中嘅話咧，咁中國對於呢啲國家嘅出口嗰個嘅金額咧，仍然都仲有機會係減少嘅。咁同埋都要留意翻啦，就始終一個經濟體系咧，除咗睇一個啊叫做出口之外咧，其實都有多啲叫周邊嘅行業啦。例如就話啦，好似即係中國出口去歐洲最多都係啲玩具啊，一啲嘅成衣啦，咁啊牽涉下邊嘅行業咧，都可能係包括一啲啊，即係塑膠廠啦，同埋包括一啲啊，即係運輸啊、物流嘅行業。咁所以當啊，即係向歐洲個出口即係一旦係放緩咗落嚟嘅話咧，咁對於中國其他啲周邊行業咧，都會帶嚟一個咧比較負面嘅影響。跟住嚟啦 ，Jason 想同你講講啦，即係歐債危機帶嚟全球嘅影響㗎。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啦 ，PMI 指數咧係一個算係比較預測性嘅指標啦，去預測一個國家嘅經濟係究竟係喺邊一個程度㗎。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個圖啦，係見到中國、歐元區、全球啦，其實見佢哋個 PMI 指數啦，近幾個月咧都係有下跌嘅跡象㗎。咁亦都係睇到係差唔多係跌穿咗成50，即係呢一個即係增長嘅分界線啊。即係如果係跌穿50，就代表係咪話即係？
即係開始收縮啊，係咪？咁啊，基本上都啱嘅，因為基本上見得到個 PMI 指數咧，如果你話即係跌穿咗50，係長期徘徊喺50樓下嘅話咧，就即係代表住咧嚇個國家嘅製造業嘅活動啦都有機會係錄得一個收縮咁樣。咁啊睇翻其實近呢幾個月嚟講咧，講緊啊歐元區好多嘅國家啦，包括就話法國啊、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呢啲嘅大國咧，講緊佢哋個 PMI 數據咧都係跌穿咗50呢啲嘅水平嘅。咁啊睇翻啊中國嗰方面咧，都係連續3個月個 PMI 指數咧係錄得50嘅樓下啦。咁啊美國好少少話，暫時都有50幾咁樣。咁但係成個趨勢咧都係向下行緊嘅。咁當如果你話即係個歐債危機係延續嘅話咧，咁頭先啱啱講過啦，對於唔同國家個出口啦或者對於唔同國家個製造業嚟講咧，都會有個幾大程度嘅打擊啦。咁一旦如果你見得到個 PMI 指數嚟緊都仲係要向下跌嘅話咧，咁即係都代表住啊呢啲國家嚟緊3至6個月嗰個嘅製造業啦，或者成個工廠方面嗰個嘅生產活動嘅指數咧，都仲會有機會咧進一步萎縮。咁即係意味住咧個國家啊踏入衰退可能性咧，亦都會更加大。跟住落嚟啦 ，Jason， 其實想同你講講一啲唔同國家嘅上市公司咧，佢哋嘅收入啊係佔咗咧嚟自歐洲係幾多噶？咁其實睇翻啲數據啦，見到好似香港咁樣啦，佢嘅收即係上市公司嘅收入其實係佔咗成16.5% 嘅，咁係相對中國嚟講咧，佢只係0.6% 嘅。咁其實如果咁樣講嘅話，其實即係中國嚟講啦，咁佢嘅收入佔咁少咧，係咪代表即係歐債危機咧對中國嘅影響係冇咁大咧？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單睇翻個數字咧，咁啊以一個即係直線邏輯咁去諗咧，就係啱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深入啲，雖然見得到啊，即係中國係即係 A 股方面嗰啲嘅公司啦嚇，即係去歐洲方面嗰個收入咧就唔算話佔得特別多。咁但係最大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好多啊，即係國內方面一啲出口嘅企業啦，包括就話啲廠房啊，一啲嘅中小企方面咧，佢哋都係冇上市嘅。咁所以啊，既然呢個數字都只係反映緊一啲上市公司嘅收入嘅時候咧，一啲冇上市公司嘅比較中小嗰啲嘅企業咧，其實啦好多都係反映唔到嘅。咁即係見得到啊，國內近期嚟講咧，都好多啲係即係温州啊等等嗰啲嘅係即係重工業嘅城鎮咧，都係面對住一個啊即係減產啦、停產啦，同埋冇訂單嘅一啲係即係考驗嘅。咁當如果你話即係歐債危機係持續嘅話咧，一啲歐洲嘅先進國家啦，嗰啲發達國家嗰個嘅係即係經濟活動都係減弱嘅話咧，咁對於中國好多嘅中小企啦，特別就話啲出口企業嚟講咧，都會產生一個咧比較大嘅影響嘅，咁同埋都要留意翻啦。當如果你話即係個出口方面係即係放緩咗落嚟嘅話咧，就算一啲啊即係叫做上市公司嗰方面都好啦，都會面對翻一個咧即係整體減產嗰個嘅係壓力喺度。咁呢方面咧，我會覺得對於國內嘅市場嚟講咧，都會有影響。其實咧歐債問題咧，其實佢都影響咗好多股份㗎，即係譬如話香港咁樣啦，最大影響有香港嘅股份咧，係包括思捷環球啦、330和記黃埔啦、13同埋匯控嘅呢只五號仔㗎，即係好似話思捷環球咁講啦，佢嘅總收入咧係佔咗啦歐洲。我邊嘅地區咧係成差唔多成80% 嘅，咁而如果睇翻啦，今年嘅股價變動啦，已經係即係跌咗成差唔多，亦都係接近80% 嘅，其實先相當犀利啊，係嘛？係啊，咁啊，如果你睇翻即係香港上市嗰啲股份嚟講啦，咁啊最受影響嘅啊又比較大隻啲嘅公司咧，咁就係呢三隻嘅。咁啊 SB 大家都知道啦嚇，由今年到而家嚟講咧，其實股價咧一直都係跌緊嘅。咁啊基本上咧歐洲嗰個嘅經濟啊一日都未復甦嘅話咧，咁對佢嗰個嘅零售業務嚟講咧都會有個比較大嘅影響啦。咁另外和黃啦，即係講緊佢喺歐洲方面都有好多嘅港口啊，好多嘅一啲啊，即係公用嘅設施啊，同埋個 3G 電信方面嘅業務啦。咁當如果你話歐洲個需求係下跌嘅話咧，咁對和黃呢方面嘅業務咧，全部都會有影響嘅。咁啊，匯控方面咧，亦都唔使講啦。講緊佢本身喺英國啦、西班牙啦，同埋啊，即係德國、法國呢啲嘅國家嗰啲分行咧，都係佔得比較多啲。咁另外啊，一旦如果你話即係希臘等等嚟緊都係要違約嘅話咧，咁對於匯控啊本身嗰啲資產減值嚟講咧，亦都會有個係即係影響喺度。咁所以呢三間公司咧，我哋啊即係詳細嘅情況咧，都喺嚟緊呢三日咧，都會同大家係詳細解釋翻。係唔該曬嘅 Jason， 多謝曬今日啊同我哋講解歐債危機啦，對行業同埋國家帶嚟嘅影響啦。咁聽日翻嚟啦，我哋要先講下思捷噶，就係呢一隻啦，330噶。咁樣多謝多謝翻你啦 ，Jason， 今日為我哋講解咁多歐債危機呢個問題啦。咁好啦，一間翻嚟咧就會有問答環節啦。咁有任何問題啦，都家庭觀眾都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噶。我哋電話號碼係28046566，又或者可以 send 電郵俾我哋，電郵地址係 ask@bschannel.com。咁 Jason 咧依然會喺度為大家解答問題噶。咁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間先，轉頭翻嚟再同你傾過。